行者，好久不见，是不是没想到会在道七遇见我呢？什么？你问我是不是偷渡来的？再怎么说，也不应该用如此怀疑的眼神打量着老朋友吧？这次来到道七啊，自然是有缘由的。听说这里的人们为纪念五歌仙专门举办了一场盛会。所谓的五歌仙，是道七古时传说中的五位能歌善舞的诗人。想必活动的举办方听说了蒙德有位超棒的吟游诗人，才专程给我发来了邀请函呢。在如此遥远的国度，将会传唱着怎样的歌谣呢？就让能够触及提瓦特大陆每一个角落的风来告诉我们吧。不愧是蒙德著名的吟游诗人，说法十分浪漫呢。这次的祭典名为光华荣彩祭，是道七非常重要的文化盛会。不知旅行者最近的冒险还顺利吗？如果可以的话，想邀请你来参加荣彩祭，一起体验这次别具一格的活动。啊，如有空闲，也欢迎来神里乌夫做客，托马和兄长也很期待与你见面。旅行者们大家好，新版本流风卷景亭前瞻特别节目如约而至，为大家带来有关 2.6 版本的新鲜资讯。我是主持人林素，本期节目的特邀嘉宾分别是神里灵华的配音演员小恩，温迪的配音演员喵酱，和行秋的配音演员唐雅晶，有请三位。微微，哎，大家好，哎，这里是前方配音演员喵酱。等一下了，那个素素，你今天这个开场白好正经啊，我还以为走错了，来到了哪个新闻栏目。不是，我每天都那么正经的，啊、这样子吗？有点不信的。你说是那就是吧。喵酱已经开始了，哎呦哎呦，对不起对不起，那先来做个正式点的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神里灵华的配音演员小恩。非常高兴能再次在节目里见到大家。Hello， 那我也来吧。各位旅行者晚上好，我是尘世间最好的吟游诗人温迪的配音演员喵酱。大家好。好耶好耶。大家晚上好，我是行秋的配音演员唐雅晶。今天呢，也是我第一次来到茶会的节目现场，来跟大家一起聊聊游戏里的新内容哦。好耶。哎，我看你们都挺上道的嘛，哎，不用我一个一个提醒了啊。那么有关新版本的情报，我们还是在看完新的 PV 之后再跟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吧。先看 PV。哇，这里好漂亮呀，有好多可莉从来没见过的东西。你们就不好奇在荣彩祭上能见到什么有趣的东西吗？首发的作者签名本太有收藏价值了，我一定要买到手。我为了买到人偶，从昨晚开始就守在这儿啊。我黄龙天下第一刀，来场热血豪情的爽快决斗吧！最重要的灵感，现在还是欠缺了一些东西。既然这样，那就再来点好吃的下酒菜吧。此前听林华屡次提起阁下，直至今日才有机会相见。吾乃神里家家主，神里林人。假如我对传送网络的猜测是正确的，那就证明在深渊教团眼里，此处存在着设立传送节点的价值。来到层岩巨渊的丘丘人们进去之后就再也没有出来，很多人都要把自己吓得发疯了。难道层岩巨渊的下面真的会跟深渊教团有关吗？在空中的暴力的一整座城市，这里汇聚着不止一种诡异力量，此时此刻的我们很有可能正在被深渊窥伺着。
这是……闲聊到此为止，请进。想办法让他东西停下来。能从新 PV 里看出来啊，除了很多玩家朋友翘首以盼的新角色神里凌人，2.6 版本还有非常丰富的游戏内容供大家体验。对啊对啊，比如最开始提到的那个融彩技，看上去就很有意思啊。对对对，看起来就很好玩。 不过我们还是先从角色开始讲起吧。作为神里家家主的神里凌人，之前呢大家或许只能从其他人对他的只言片语的评价当中有一个简单的了解哦。那么在与凌人正式见面之前，我们也先跟大家分享一些有关他的情报吧。多数人会因为大风迷眼而止步不前，只有少部分人能够借势而为。继雷电将军和团子牛奶之后，又一个名场面诞生了，神里凌人在喝奶茶。你们是不是也很想喝？难道这个就是他从创意小吃摊上购买的实景奶茶吗？实景奶茶，这个神里家家主还真的是随心所欲啊，让人难以揣测啊。是的呀，虽然是家主啊，这个凌人似乎还有不少大少爷的毛病，比如弄砸了料理总是会若无其事的给托马吃，而且还会各种掉链子的时候让家仆过来帮忙。可怜的托马，可怜的托马。不过我没有想到的是啊，一斗居然对凌人是称兄道弟的。我觉得一斗吧，大概率是被骗了，对吧？他对凌人肯定是有什么错误的印象。可怜的一斗，可怜的一斗。不愧是憨憨，真的。就是可能凌人稍微的忽悠他一下，他就很热血的就过去了，真的。不过凌人虽然有这么多看上去不太靠谱的地方啊，但是年纪轻轻就继承了家主一职，还重振了当时岌岌可危的神里家，可以称得上是英雄出少年了，这无愧于神里家的家主之名呢，对不对啊？那是啊，怎么感觉哎，他这个无愧于里边就有一点点隐隐有一些特别敬仰仰慕的成分在啊。那我们接下来也来看一看这个迷人的男人在战斗当中又会有着怎样的表现吧。凌人和妹妹凌华一样，同样使用单手剑施展神力流剑术，不过呢他的神之野元素为水。实战状态中，凌人是一个具有短时间大范围输出能力并能提升队伍普通攻击效果的角色。凌人使用元素战技神力流镜花后会垫步移动进入龙回剑花状态，并在原处留下水影，水影破裂时将产生水元素范围伤害。凌人在龙回剑花状态下的普通攻击还会变成能够造成水元素范围伤害的顺水剑，顺水剑攻击命中敌人后将额外为凌人提供增益效果浪闪，提升顺水剑的伤害，
增益的强度与灵人当前的生命值上限有关。已存在的轮回剑花状态将会在灵人退场以及再次释放元素战绩时解除。此外，固有天赋神里流青龙绕风使灵人在释放元素战绩和水影破裂之时可以获得一定层数的浪闪效果。灵人的元素爆发神里流水釉会展开清净之元釉，持续降下水花剑攻击范围内的敌人，同时水釉会提高其范围内角色的普通攻击伤害。当灵人解锁另一项固有天赋神里流破月剑吟后，处于队伍后台时，若元素能量较低则会每隔一段时间恢复一定的元素能量。那么在平日的生活里呢，灵人随心所欲的那一面也会经常显现。固有天赋神里流日常茶饭使得灵人在完美烹饪食物时有一定概率额外获得一个奇怪的品质的同种料理。我懂了，奇怪的料理拿去给托马吃。啊，你连着托马乘以二，他已经完全懂了呢。不过话说回来哦，灵人的剑术确实和妹妹灵华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啊，比如收剑的那一下，果然是一家人。而且他的那个技能特效真的很华丽哎。对的对的，挥剑和释放技能的时候都好帅呀，我好喜欢啊。对。那想要获得神里灵人，就一起来看看新版本的角色活动祈愿吧。在 2.6 版本第一期的角色活动祈愿《苍流踏花》中，神里灵人将会迎来概率 up， 而风色诗人温迪则会出现在同期的悲庄之诗活动祈愿中。在第二期的角色活动祈愿中，获得概率 up 的角色则将会是神里灵华哦。好耶！那这下神里兄妹和温迪都可以拥有啦。耶、我全都要，期待着灵华和灵人在我的队伍里团聚的那一天。然后呢，一把来自道七的全新五星单手剑波乱月白晶晶也将会出现在新版本的武器活动祈愿当中，旅行者们届时也可以留意一下哦。在 2.6 版本中呢，神里灵人的传说任务神手百之章第一幕也将向旅行者们开放。随着锁国令的解除啊，这个道期呢迎来革新了啊，天岭奉行与勘定奉行之间将迎来一桩难得的喜事，但表面的喜庆之下却是暗流涌动。作为摄奉行的灵人啊，究竟要如何应对呢？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那这也应该是旅行者和灵人的第一次见面吧。真的让人很期待呢，也很期待。那么上次的特别节目里啊，跟大家说好的层岩巨渊地区，这次呢在 2.6 版本当中真的要和大家见面啦。新地图要来喽。那么就让我们随着接下来的一段场景展示短片一起来看看层岩巨渊的风景吧。风景真的是很壮观啊，层层叠叠的山峦还有深不见底的巨渊，好像一看就有着非常非常多的秘密。这毕竟是历史悠久的璃月嘛。没错，层岩巨渊呢除了处于外部的地面层，还存在着位于地面层封印之下的地下层。在探索地下层的时候啊，大家还需要用到特殊的流明石触媒来辅助探索。这个小道具呢可以帮大家照亮环境，突破黑暗，类似于之前我们在雪山地区的经历。升级流明石触媒既能提升它的能力，帮助大家更便捷地进行探索，又可以获得包括四星武器原胚啊全新名片在内的各种奖励呀。
奖励好，奖励好。我们最喜欢奖励了。对对对，奖励就在这儿。在层岩的这片区域里啊，还埋藏着一个新的圣遗物秘境——岩中幽谷。这个秘境的场景也和层岩巨渊一样壮观而又神秘，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的大气磅礴。那个旅行者们可以在此挑战新秘境，获取两套全新的圣遗物套装——尘沙往生路与来心余响。有新的圣遗物吗？哎呀，我的树枝已经准备好了。你好快哦，准备好了。看来又会有更多的选择了，那大家也可以好好考虑一下怎么样和自己的角色搭配使用呢。此外呢，在层岩巨渊的这片区域还会有新的故事。哎，是不是有大事要发生啊？说来听听。有关主角双子的魔神任务《回响渊底的安魂曲》将在2.6版本中开放。那个男人，那个男人雷布，他从深渊回来了，他回来了，这个男人来了。啊，感觉上一次见到他真的是很久以前了。是的，在层岩巨渊的深处，我们将与黛英再次相见，对深渊底部黑暗之下的旧日遗迹展开调查。这次的故事呢，也会让我们对于坎瑞亚和深渊有更多的了解，那些往日的秘密啊，也将再一次被挖掘。相信这会是一次令人非常难忘的奇遇了。另外呢，除了2.6版本中的世界任务和魔神任务之外，层岩巨渊啊，还存在着一些未解之谜，将会在后续版本的剧情当中继续为大家揭秘哦，敬请期待，敬请期待，敬请期待。回到今天的节目现场，那么接下来呢，就由我们来给大家介绍全新的版本活动《景亭华彩》耶耶耶！还记得开头我们提到的那一场到期的文化盛会吗？那么本次的主题就是与射凤行和八重神子一起筹办的《光华融彩祭》。那么这场有关文化与创作的祭典呢，不仅邀请了来自其他地区的嘉宾，哎，比如这两位，还有一些许久不见的伙伴也会登场，那么大家可以在活动期间去体验他们在融彩祭期间发生的一些有趣的小故事。这其中呢，或许会有大家意料之外的嘉宾登场哦。是谁呢？跟神子一起吃东西。有温迪和神子，哎，这两个人凑到一块了吗？那个地方一看就是个吃东西的地方。是的，上面这么大一个锅。是神子要请温迪吃啥吗？但我觉得他俩在一起肯定会搞事。真的是，你知道就好。阿贝多和行秋。所以他们两个人在一起，这是好新鲜的搭档，对，好神奇。我知道了，一个画画，一个写字嘛，写小说，对，他俩要出版什么新书是吗？就谈合作呢？有，好期待哦，会不会有呢？好多人，是我的宝贝可丽，可丽和萧公，完了，到期要出事了，到期威，他们两个人碰到一起，怕是，哎呀，要出大事了呀！我们好像我们的关注点都是一样的，都是希娜小姐。我是希娜小姐的粉丝，大家一定要好好的爱希娜小姐哦。好的，是谁啊？是谁啊？宫一斗。
一斗托马，一斗托马，还有那个下面是那个荒龙派小弟，他的小弟，对。然后他们又要干嘛？他们这两个人干架吗？不，感觉在对峙呢。荒龙派也干不出什么大坏事儿啊，那倒是，指不定又是出来什么强抢小朋友的零食之类的，哎。可能是要斗鬼斗虫，托马没那么闲吧？那很难说，很难说，可能托马一直都挺忙，料理吃坏了。哎呀，万叶，万叶，好久，是我的亲爱的万叶，你终于又回来了。是的，真的好久没有见到他了。对的，那这次啊，又会有怎么样的？来呢？写一首新的那个什么？啊，诗吗？诗，哎，文绉绉的，文绉绉。哎呀，这是谁呀？是我的早幼宝贝吗？可爱的早幼，真可爱。好像有目光，他怎么那么忧郁？你看，你看他好忧郁啊。后面有一双眼睛在看着他，他们也是因为什么呢？很害怕的样子。宝贝，不要怕，妈妈爱你哦。好，那么随着剧情的推进呢，大家还可以体验到更多的活动玩法。活动玩法呢共有四项，哎，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那在第一项玩法乐章新剧中呢，有一位同样是来自蒙德的诗人，正在想办法从到期的异乡景象中取得一些灵感。活动期间呢，大家每天会从诗人这里获得一个主题，根据提示找到相关的场景内容，拍摄成画片提供给诗人。画片越多呢，也就越容易帮诗人构思出更多的诗句，从中选出自己心仪的那句，完成这首诗歌的创作吧。哎呀，这种事情嘛，当然是难不倒我们的旅行者了，对不对？撒撒水啦。那相信旅行者帮忙完成的这首小诗呢，温迪听了也会很喜欢的吧？那必须喜欢吧？那可是野写的，野写的哦。那第二项玩法呢，则是不少玩家朋友耳熟能详的机关奇谭啦。不过若只是普通的机关奇谭，未免有些缺少新意吧。在如此规模的国际文化交流活动里，还是需要一些打磨和创新才能够吸引到主办方和游客们的注意力的。在全新的机关奇谭巧策之局中，每个奇阵都具有不同的特性，根据奇阵特性制定策略，就能更稳妥地赢下棋局。与之前有所区别，棋手在进入棋局前急需配置棋局中的灵妙签，这就要考验大家如何进行合理的搭配啦。而棋局内也简化了流程，缩短了耗时。进入棋局时，每个棋阵都存在着一些已经建造完毕的机关，大家可以对它们进行拆除改造，或者是在周围建设更多新机关与之搭配，从而在棋局中应付自如。那么来盘机关棋谈吧。来了。第三项玩法孤剑争逐是一项有关剑技比拼的挑战活动。玩法解锁之后，我们每日可与一名身负独特剑技的剑道大师进行对抗。对阵期间，玩家将操作旅行者进行比拼，无法释放元素战技和元素爆发，且需要以新的战斗技能格挡来摆出防御架势啊，抵挡剑技，减轻受到的伤害。此外，如果能把握好时机，完美格挡对手的剑技，就能获得极大的优势。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最终也是最强的对手，是一位由于手头有点紧，不得已而来参加比试，对于奖金同样有着强烈渴望的平平无奇的店铺老板。没想到啊，真是高手在民间啊。不过相信在奖励面前，无敌的旅行者是不会倒下的。来一场堂堂正正的决斗吧。奖励，为了奖励，为了奖励。那么最后一项玩法花影摇亭则是有关插花技艺的一项活动啦。大家要根据花匠每天提供不同的花题，尝试构筑特定的花亭。花亭呢由不同的部分组成，每个部分有多种花材可选，完成花题后所获得的花亭呢，则可以摆放在陈歌湖中，自由搭配造型啦。哎呀，说起来，这次的插花活动背后的资助人呢，就是林华啦。哦，谢谢林华。
插花是林华很擅长的一项技艺，据说他每年都会出资推广这门学问，这也是他的愿望之一啦。那么关于活动玩法，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啦。完成以上四项活动玩法，达到一定条件后，还可以邀请融彩季的特别嘉宾行秋进入自己的队伍中，旅行者们不要忘喽。好的好的，不会忘的。那么根据已经前往融彩季现场感受气氛的前方冒险者的可靠消息，融彩季期间离岛的大街小巷还会装饰一新，保证大家感受到最纯正最热闹的活动氛围哦。那么各位还请不要错过在到期举办的这场盛会哦。好啦，新版本中还有一项邀请伙伴试吃的休闲活动，有香自西来。说到吃我就来精神了呀。吃的东西那可是不容错过的呀。那快让我们看看是什么好东西啊。我们好像都是派蒙。不过提到试吃嘛，我也很感兴趣。这次的活动呢，就让雅金给大家介绍介绍吧。为什么要用它你知道吗？是它不馋。哦，谈了。好的，那么在民以食为天的黎月，一位慕名而来的须弥人，为了完成有关调料的调查研究，希望能够找到人帮忙依照配方制作调料，并试吃一下加入了调料的料理。所有的调料配方会随着活动时间推进逐步解锁，在活动结束前均可进行制作。开始制作后呢，滑动条上的指针会在两侧端点之间来回移动，按照配方指示的顺序，在指针指向对应原料时点击按钮，就可以将原料加入到锅中啦。不过每次制作的尝试次数是有限的，旅行者们需要抓住机会，尽可能减少失误，在次数用尽前加入所有原料才算成功哦。哎呀，我觉得这个操作好像很难哎，到时候我会手忙脚乱的。啊，说那个两侧端点之间什么，我觉得好难哦。啊，别慌，反正我本来就是手残党，只要你的操作钓鱼，我就是没有钓过鱼。相信自己的操作，为了吃的，为了调料，你可以的。是的，是的。制作好的调料加入到美味的料理中，就会获得香气四溢的料理。在陈歌湖中邀请角色进行试吃，还会增加好感经验。每个人对于料理的喜好也都不太一样呢。哇，这个好哎，听上去很有趣，我好想试试看啊。你是自己想吃吧。你们发现了。新的挑战活动震惊的研究也会在2.6版本中与大家见面啦。在层岩剧院的外围，一位枫丹的学者发现了名为震惊的宝石之间的映射反应，若是能够连接响震惊与映震惊，尝试多种映射效应啊，击败魔物就能够获得活动的奖励了。这个听上去好复杂，这个响震惊和映震惊是什么？这个映射反应具体又是什么效果呢？所谓的映射反应呢，就是当玩家组合了那个响震惊与映震惊之后啊，触发某种战斗增益效果的现象。这样一听就很简单啊。响震惊呢是增益效果的触发条件，而映震惊呢则是那个条件满足之后啊可以被触发的增益效果。那每次的试验分为上下两场战斗，需要编好两组队伍进行挑战，并为队伍准备好不同的震惊映射方案。当然啦，与以往一样，本次活动啊还是会提供试用角色帮助大家完成挑战的。击败敌人获得积分，依据挑战积分也会获得不同的文章哦。旅行者们不妨来试试全新的挑战活动吧。好。此外，在新版本中，我们还接到了一位到期插画师的委托，他需要我们用留影机啊去拍摄各国的风景，来为他给小说画插画提供灵感。在留影册中，我们可以看到插画师一些有趣的留言，从而了解到他的需求，完成留影目标。哎，我有一种感觉啊，这个会不会是美术老师们的真实工作经历，然后把它做成了这个活动呢？没有可能。感觉就像是看到了甲方的需求单，然后旅行者去完成需求，提交给插画师验收，对不对？完了，已经感觉到压力了。到时候他不会提出一个我想要一个五彩斑斓的黑什么这种吧？
然后但是我们这个活动还是相对比较轻松的哦，而且还有原石奖励哦。原石哦，感觉这么多活动做下来，我真的是接受了好多不同国家人的委托呢，感觉旅行者的人脉已经遍布各国了呢。那可不是嘛，这就是旅行者平日里的生活吗？正是让人大长见识呢。突然变音。哎，不过要是真的把旅行者的经历写成一本小说，再配上精美的插画，我也是很有兴趣要读一读的，对不对？对喽，2.6 版本还会开放地脉吟咏活动，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官方的后续公告，不要错过这个刷素材的好机会哦。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叮叮，欢迎来到甘雨的工作笔记特别栏目，在这里我会提供给大家一些新的游戏实用小技巧哦。首先呢，2.6 版本更新之后，移动端的朋友们可以在游戏内通过长按头像的方式快捷呼出队伍编辑界面啦。另外呢，游戏中的教程系统也做出了多处优化，方便大家进行查阅啦。旅行者们记住了吗？另外呢，2.6 版本期间大家持续关注的原神音乐专辑第二张到期主题 OST 易落千望之岛也将上架了，专辑共有三张，分别将收录青睐岛、海崎岛、鹤观、渊下宫等地区的场景音乐以及部分战斗音乐曲目哦。有一个战斗音乐特别好听，哇，是吧？对，好期待啊。是的，我也终于要来了，都很好听了。今天的节目也已经进入尾声啦，不知道大家感觉如何呢？新的版本3月30号啊就要和大家正式见面了，在此之前还请大家稍微再等待那么一下下啦，一下下啦，别辞辞，一下下啦。好了，我是看出来了，你们一个个啊比温迪还要温迪。我们也都很期待。呸！
我们也都很期待着体验新的内容呢，希望 2.6 版本大家都可以玩得开心开心开心。好了，除了收看节目，大家也可以持续关注原神官方发布的资讯，以获取更多详细信息。本期的前瞻特别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啦，感谢旅行者们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再见，拜拜。